生钓鱼，不听丁将杀相向，合心连兵就单敌。华林关修罗驾巡捕，惊天地合，何国现在发挥圣殿太客，技术人员指挥天兄。有烟点点映乾坤，小气凉飘透天门。太白点起在玉殿，玉皇发旨到大前。三省八道皆下凡，普天变法闹纷纷。至于标标开圣界，金银就义请神来，坐请六丁将神将，又请六甲将神兵，天兵天将两相随，对挂天下社会家，通天万岁通天兵。白虎仙子随我行，千家有请千家应，万家有请万家应。地主大情分享一生全拜请，少年回乡上中下界，千千圣贤万万尊神降临来。文香用心拜请，三清三净大罗天尊，普天至尊金冠玉皇上帝，三观三品三观大帝，五皇五帝五道乾坤，地表至尊合掌尊神，少年发大会上请教，全省各地有票有票有长有细，祝福金尊圣上圣驾坐坐降临，恭献拜请。尊上夫官圣皇尊神，地头当顶福德正神，少年会上无量多金，千千圣贤万万尊神，民国183年花莲关修罗惊天地合，何国现在圣殿发挥发华开辟，大将教主华莲馆长，馆长齐金威，你发挥完。包昆池一同率领全省各地各幽香幽庙祭祀人员
华人县政府行政团队，华人县长来掌声认证，这位大将中队三千军卒照样会上无用高招，发大招，全省各乡各庙迎春圣驾坐前上香。再上香，三上香，十香。在中队三千军卒照样会上热心遵循分权上香，再上香，三上香，香丁香光明火上香，上照诸天众生道，下照本命及元神，照明开启，大将照主也是认定，中队照明火上的是高真分钱，一红平安，再红平安。天茶
必将多金铸钱一封天，再封天，三封天，天。
林飞扬，社会处处长陈家富，观光处处长张志祥，原住民行政处处长杜国三分，教育处代理处长王淑敏，行政开严苛处处长吴坤如，民事处处长陈雪芬，政风处处长林淑芬，客家事务处处长潘天刚，消防局局长吴兆远，卫生局局长朱家祥，环境保护局副局长姚天良，文化局局长吴建基，地方事务局局长卢玉基，外关工商发展投资促进会总干事张福斌，在花莲县境内，花莲首任乡长王玫瑰，花莲市市长魏家丹，开国民里长，开吉安乡长尤淑珍，开境内国团团长，受访乡长陈淑仪，新城乡专员李坤玉，开花莲县长十三乡的乡镇市长，花莲县县政府行政团队一同，立法院立法委员鲍公彪昆池，立法委员林玉君，立法委员丁天才，台中立法委员服务处全体同仁，花莲县县议会议长张俊，副议长徐雪玉，大领花莲县县议会议员张杰一同，圣殿主办东莞花莲主圣宫最委员江碧林，乡主赖水阳，副最委员张桂云，常务监察委员柯平瑞，监察委员何派天，张春生，委员陈平斌、谢金虎、叶汉清、林顺忠、施书杰、潘素珍、梁光荣、张连冠、罗兴如，监督人员洪国明、黄天伦、田建祥、严成明、刘在文、双台金，在东莞花莲主圣宫大厦上市典圣殿协办财团法人南投县玻璃镇宝鹅宫天地堂理事长梁平丁，中华地表至尊道教会理事长吴应焕，台湾省道教会理事长陈灿宏，中华道教团体联合总会
李署长黄国昌，中华保险大地庙宇发展协会理事长张兆明，中华九天道庙元君文化交流总会理事长高冠宇，中华道教团体联合总会理事长三宝文，财团法人主教大爱永远联名中华总会理事长黄国昌，家人天天中宗主主任委员张兆明，吉安吴国昌主任委员包念华，嘉义保安局主任委员尤尚安，花莲圣天宫主任委员大云伦，花莲冈田宫董事长赖英文，花莲圣皇庙主任委员孙佩元，花莲保安庙主任委员江福伦，花莲大天府主任委员黄冠廷，花莲祖天宫主任委员吴富辉，花莲圣安宫主任委员叶瑞清，花莲圣地主会堂主任委员陈美女，吉安圣南宫主任委员陈中文，花莲尊宫第三五庙宗庙宗主叶美宫，恭贺保安司董事长陈一团，岁岁青年司主任委员陈兆安，玉帝叶天宫董事长吴富盈，台全省国会各邮局邮票有时有等大厦将士兵，台花莲县境内居住将士兵等同成仙，叫咱相助基层医家福念，合并将士兵等相居大乡，天地人伦，鲁莽冲天地灭忧，全为圣洁以教宗，金殿安吉为心，地归悠悠，报答无疆。明末花莲县县长地处台湾昆都东部，面临太平洋宽带，又逢地貌班格交界之处，地势连绵，天灾连连，地壳震动，夏季期间常有风作肆虐，灾害连连。犹念在前年，国历四月初三日，花莲近海引发7.2级地震晃动，引发土石山坳地势
交通道路中断，境内房屋毁损，中通花莲境内各行各业影响波及事故。学生技术认定道无生存，仰天叹道。就此，花莲县县长徐振辉立法委员郭坤仪，身负地方父母官职，心系县长内居住县民认定，派全省各地在往花莲境内将定平安之行，天成一生，将对苍天三界分前求求平安。今季本月十八、十九、二十，大吉中都永久福地，修庄敬天祈福，护国设斋照殿，恭请照祖，永享太上帝愿，天衣发气，天上太上道祖传教经文，求求平安。有了因果行道，端点地茶，炎黄古今，含花点果，永达天恩，福源万盛昭彰，富彩弥天，心灵天净，飞吉终如幻彩，净土安宁。而且玉皇三代天地神祇，照言回向烈性高精庇佑，台湾本土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花莲县官运昌隆，净土平安，民康富富，家家幸福，户户平安，殊荣功德，重发吉祥。记住，境内众神灵鸟，开圣殿参悟，协办各有功有庙，有事有等，落下众神灵鸟，国家特吉，男女老少平安，男天变好，女得千祥，天在大进富贵面上，所求如意大降吉祥，正因有其文殊心相，三清三净大罗天尊，普天金冠玉皇上帝，三观三品三观大帝，天主太皇万福金君，五方高德高道仙君，诸天叠寿无限群经，
至尊照言回向得生尊前，道敬圣皇福德敬神，国家雄伟殊名立神，婚前平静，公务相主动随交接，金锁衣门，天伦甲新年六月十八日，古文素九桥结拜上仙，叩首，再叩首。三叩首，多谢。华严观顶修道，驾神年，顶天护国，摄斋地护法为圣殿，圣殿开辟。文殊仰望通传，上达天赞，大将文殊一方，庭上冲天三界的位高僧，昆前领袖，将士人等，文殊经文在座顶上，昆前一方天。再弘扬，三弘扬，扬。天地何国？色在地何相变？退休接上，相变圆满。教主华严观六起真威，立法委员报分仪一同率领各幽庙幽庙幽堂幽寺在华众神殿殿天向冲天三界地庙至尊刀剑招呼高僧，照言列成天尊圣驾座前，恭行三跪十二叩首礼，众神殿顶昆前拜跪叩首，再叩首。三叩首，再叩首，多谢拜，再跪，叩首，再叩首，三叩首，再叩首，多谢拜。再跪叩首，再叩首，三叩首，满叩首，多谢。开香接香，上殿圆满，大将。恭迎华人精彩爱心观现典礼，由咱财团法人南投县普里镇保和宫天地堂观现控诉控三华人精彩。由咱保和宫天地堂奉献爱心捐献200万，咱敬请。
花莲县县长徐建威代表祝寿接受。来来来，请咱们前嘛，咱把咱做目标，做做成。啊，感谢啊！请花莲县长徐建威啊，会长做目标，做做成，感谢的。啊，感谢咱做目标，做做成。啊，咱地表罗啊，将军啊，爱心无限吼。啊，来，我请咱咱馆长，啊，馆长要甲咱大家，要甲咱大家致辞者。我们大委员副主席们，还有弟兄娘哈，我们的三主委，以及的话听请工，我们的张长明张主委，还有黄吴，我们的弟兄工，我们的梁董事长，另外给我们各宫庙祠堂。好，道教会所有的主委、公主、董事长，还有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信众大德，花莲县政府团队，以及罗淑珍乡长、郑淑丽乡长，还有刚才来的我们温家苑市长，好，王玫瑰乡长、徐学玉副议长，以及我们所有的议员，还有所有的代表、所有的村长，以及所有的好朋友们，大家好，大家早安。我想这次的这个法会能够这个能够发起，我要谢谢基隆天水宫张朝明张主委多次的这个多次的提醒，那让整个花莲大家都动起来。我也要谢谢这个这个我们的花莲的地母庙，人家说天地乾坤呐、啊。好，地是我们地母，也是我们的尊重。此次啊，这个我们花莲的地母庙，好、啊、承担起这个重责大任。我要谢谢地母庙詹国仁詹主委，好、啊，他真的是战战兢兢。但是我们花莲啊，还有非常多的友工，大家都能够团结一心，来这个一起来共同来完成。我真的要真的要感谢非常多的人，感谢我们的这个陈秘书啊。从头到尾一直的不断的参与，还有经验的分享，谢谢我们凤林的天这个五姐大帝，我们林正香林主委，还有我们的吉安的五府宫圣南宫，还有我们慈惠堂圣南宫，所有的大家进的这边边来开会，集思广益，怎么样做得更好，怎么样周全。当然，我要谢谢张朝明张主委，这个还有我们蔡部长，哦，这个几乎天天打电话来花莲来看我们的进度状况如何。昨天这个我们的各全国各地的行孙，这个一一的这个一堆一堆的请来，我真的要感谢我们所有全国各公庙祠堂的所有的公主董事长主委，哦，还有我们的这个。好，大家一起团结，大家一起，真的让我们的花莲呢、啊，经过这个大地震之后，我们全国各神尊啊，真的是从北回来，从南回来，这个路途的颠簸啊，这个不可言喻啊。但是大家这个坚持的心，护持台湾的心，挺花莲的心，我要再次感谢天界，感谢我们的人间啊，我们大家的信仰，都希望宝岛台湾能够安定。在后山的花莲，因为我们没有办法避免的，因为这是板块的挤压，自然的现象。但是花莲我们必须去承受。但我们也希望透过天地的信仰，让我们的力量。没有办法避免的时候，能够大灾化小，小灾化无化了，让我们的人民的灾苦能够减到最低，这就阿弥陀佛，这就感谢大家。所以再一次谢谢大家。如果在这个整个过程中，如果有招呼不周、礼貌不够周到，敬请见谅，
哦，所以再一次感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来，来，咱们两位不分级、不等级啊，所以咱们在这地主啊，咱在这搬房间，房间，幸福的许县长，我们幸福团队，我们议会的培育副议长及议员先进，我们花莲市的桂江县市长吉安江、永贞乡长。我们寿丰乡曾淑义乡长、秀林乡王玫瑰王乡长，今天主办单位我们彰投人主委父母庙，我们发起人我们基隆偏前东张朝明张主委，以及大力支持我们的南投保福宫我们的梁平定董事长，及全国我们的地母总会。我们五险大地爷，我们的这个联合会，还有我们中华道教团体联合总会，我们的总会长也是我们车城福安宫的车宝文跟主委，我们在场所有亲爱的有功寺庙各位主委各位大德所有辛苦的各位村里长、各位代表。这是一个很庄严隆重的时刻，花莲人承受了将近921大地震这么样重大的一个伤害，到现在三个多月，我们的乡亲还没有办法走出阴霾，要感谢全国这么多的善心人士、有功寺庙能够翻山越岭来到花莲，来这里挺花莲、挺台湾。我们也特别感谢我们花莲县所有的大庙全部都共同的来参与，大庙几乎全部都到齐。要再次谢谢大家，长期恩等比来互相奉行，在这个关键的时间，更加感谢大家共同哦。和花莲这个工程会当较早还安定，地势会当恢复，会当安居乐业，再一次感谢大家共同的发心，以前的贡献付出，相信相信菩萨一定会更加十倍来跟你请堂，来跟你感谢。今天市馆长来介辛苦，报名在这。在祈求感谢所有用寺庙，祝福大家中文昌隆，福寿会鼎盛，各位大家、各位公家处，身体健康，家庭幸福，万事如意。感谢各位，谢谢，谢谢。来，咱开有先天晚饭，咱请咱各位，咱请咱各位，咱请几位，咱来给各位先尊哈。再迎三拜礼，晚饭，晚饭，咱再迎接。华人官，告诉你，天地之福，祸国相待，照点发挥，回乡作乡，天地之福，晚饭，大将华人官就取一位。你方为王莫不敌，在大量在大将心人点，天降的上高级主权，中庭的上三拜礼。